拉出来，这个点要轰炸哦，被轰炸，被轰炸，被轰炸，这里。谁的技能吗？哦，可能是虎视看比较远，可能吧，虎视瞎子。干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他不是用敏锐的那个感光能力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干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家，拜拜。我要真的只会卡修杀哎、欸，我要返乡了，好远。至少不用担心会被战车冲脸。我今天那两个破击炮，我帮我开室友直接丢东西炸他们。哎、欸，不用。靠不了躲避是攻击。我靠，这台蓝波车准备去偷插卡修杀。插了，插了，插了。Hello。我哎、欸，那个菊花车终于被我插爆！哇，好猛啊、哦！不愧是 BB， 专资这种的。飞车侦察是这个是不是？对，像是可以拉后面一点，在后面有一个。它射程很长。飞车侦察，好看一下。